我问你是谁说的？严童总华探长。明天他才是。十二年以前我还是总华探长，亨特来我也不会给他面子。让开，让开。之前的事都先放下，过了今晚我不管你。我想我现在走路都没你快吧。少说两句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？你有没有把我放在你眼里啊？你有没有把我放在你眼里啊？你今晚让我很生气。阿华，帮我送洛哥走。不用，我想试试梅珍在身边的感觉。叔父喜欢的话天天送。我不是神，我不是什么都可以控制。生我们控制不了，死我们控制不了，生死之间我能控制。他疯了，我不是给洛哥面子，我今晚就抓了你。行行行行，把耳朵捡起来，把耳朵捡起来。